好，大家继续翻到嚟咧，八二嘅就系呢个随机精灵版啦。咁而家我哋就打埋呢一个嘅工厂区域啦。哦，呢个点样过去啊？印象中记得咧，我懒人翁咧就系18咧进化嘅。咁我唔知佢进化咗会系正常嘅进化定系唔正常嘅进化啦。系啦，一进化进咗另一只嘅可能会就唔太清楚啦。好，呢度点行啊？咁样就 OK。咁样呀，同呢啲人过呀，同最中意精灵一齐好开心啊！对子稍微玩下啦，哇鬼师走得，鬼师打唔到，哥德布布连环巴掌，闪电，哇冚咗三下啊！你鬼师急到佢飞失撞，哇识回血添、啊，月光鬼师通照用啊！可一齐出啊，几好、啊，哇超能力。火拳，好在呢啲唔系计咩特工嘅，如果唔系死紧。咩火拳唔好计特工啊，计特工就玩完噶咯。好过呢度，呢度仲有两件啊，呢度仲有一件。好，边剧咧？等马前咧见到我优秀嘅地方喎、啊，黑啦黑，碾碎镜光射击系咩嚟嘅？摇晃舞，哇，混乱舞，好再碾得死，跳落去先。差不多一样咧，听日一息不变，真系无聊啊！所以嚟对战啦，可多拉又系气压，我要出能量球呢只啊，唔系呢只系钢系嚟，火喷火，帝王拿波地面要用地面或者格斗呢只，应该冇高呢12咧，唔错，龙尾死仔爆啊！电磁炮，俾下电磁炮嘅威力啊！进化啦，进化啦！喂，点样咧？进化系正常啦，定系唔正常？我唔清楚啊，好紧张，究竟会系点咧？嘟嘟嘟嘟嘟嘟，系正常啊！哦，都系正常版本啫，系啦，正常版。过冻完啊，过冻完系咩特性啊？之后冰冻身体。乜鬼嘢冰冻身体啊！即系话正常翻嘅都系啦，好 ，OK， 进化路线都系正常，就唔会话随机变嘅。OK， 走啦，唔可以。而家就啊，唔系、工厂区仲有一个要打、啊。我记得头先同呢条友讲咩要打三个，啊三个啊要打。好，咁啊打多，应该打多一个啊，应该系紫色嗰班友系咪呢度啊？系啦。好，工业区咧系我梦想，而家实现咧我就好满足。现场监督好啦好啦，较量一下嘛系嘛，街头杀，好呢招碾碎尖牙龙，碾碎 ，OK 唔错，好搞掂啦，咩计流？抢夺，即系偷嘢嗰啲啊，小偷技能，呢一个系咩事啊？呢个可唔可以行过去啊？可以行过去，行过去睇下个研究员做乜鬼嘅先。同原油咧加上压力之后，分析各种各样嘅成分。這個、呢一个咧就系蒸笼塔啊，蒸馏塔啊。啊，我满腹嘅知识俾人听啊。雷电师捉我呢只要雷电师啲劲重，超级角状。吓、啊，吸收拳有吸收拳呢只劲噃，如果有嘅话，破灭愿望走走先，换只。哥德，好、，OK， 精灵球，电击波，哇，咩技啊？头先嗰招，系呢只啊？破灭愿望啊？神兽技呢个又系啊嘛？咁有型，唉，终于捉到啦！神兽杯嘅技能又捉到一只啦！我混混落，混混落噶，混混落特性系包子啊！系啦，我打过啦，我冇捉到，太麻烦啦呢只，好。咁睇下而家我精灵箱有啲咩啦，有啲嘢我都系之前捉咗嘅，系啦，呢只捉咗啦，呢只就一般皮肤，系啦，我就喺出面嗰块地度执到嘅。一般皮肤咧系咩特性咧？就系使出所有技能都会变成一般属性，系啦。应该就系呢招技咧，可以令到咩十万伏特变成普通技，但系佢又呈现十万伏特嘅样嘅，系啦。好，咁就可以打到地面系，但系其实系普通系嚟嘅。射万控恶梦减少。呢、這个睡眠中对手的 HP， 但系佢冇催眠，其实唔知道有咩用啊？
好，森林蜥蜴就系第一场道馆入边噶啦，佢有呢个覆眼，冇错，技能命中会上升，暂时都唔知道有咩用啊。不过啲技能几正常，你会见到有攻击指令呢招几劲，90攻唔嘢少呢只。好，之后到呢两只啦，呢只孤柳柳啦，孤柳柳就系毒疗，中毒后 HP 会回复。好，咁呢招咩技呢？超级角撞我知啊，电击玻璃都知啊，呢招。使用技能两回合后，会有无数道光线射向对方。哇，好似好劲咁啊呢招！啊，好似咁劲咁啊呢招。OK 唔紧要，不过佢减咗特，唔系加速度减特攻，其实呢个 OK 嘅。唔知啊。好，咁我而家去边又可以？系咪可以落翻去呢度啊？呢条好一点心意报仇喎。你俾啲咁嘅技我报仇系咪有啲咩含义啊？究竟啊啊，系咪去呢度啊？要定系去呢、這个？嗯，咦去边啊？死咯，唔识玩啊！唔系喎，佢话去唔知咩道路度等佢，好似话。哦，原来喺呢边啊！冇玩冇玩黑二塔罗，我都唔记得啦。OK， 20号公路揾揾啦。好啊，20号公路啊，喺边度啊？哦，上面，诶、欸，呢度有见咯。再有最真咧，犯人嘅调查啦！哇，尼亚绿沙魔法空间，觉得宝宝爆炎自己，哎呀，睇先，诶，仲有兵技，冻结复特，哦，咁鬼劲嘅佢只尼亚绿沙，尼亚绿沙果然都系啲劲虫嚟喎呢度，仲有啲咩技打通佢啊？地火恶恶技啊，系恶技。哇！超级冲击，过冻完打唔痛喎、啊。西牛用炸弹，炸弹顶住啊！西牛子弹拳，靓波，好 ，very good。再见啦，咩蜡勇士乜鬼嘢？我呢家我走得真系快，听到有个有嘢嘅有。价值嘅情报啊，听讲咧，好似系坐船移动啊。你呢度最近应该飞云市啊，只可以去睇睇。OK， 好嗰、那个咧电影，我觉得几有意思啊。睇咗啦，嗰个电影，但我冇揾出名咧，冇话成为呢个你好路人啊，边个都唔会注意我嘅。唔好咁啊，继续做船长，继续挑战咧。只要咧唔俾大家添麻烦，我都唔会漏。当然啦，神奇屋嘅人点谂我唔知啊。吓，揾到啦，等你子团咧，所有人都走咗，虽然有啲不爽，但佢哋走咗都系好事。好，作为船长，我都好好加油啊！搭船啦，可以我哋上飞云乜事？我睇下你哋船，好咁过嚟呢边啦，耶、yeah ！好去飞云市嗰个大城市啊！各位，我到达飞云市啊！哦，呢个就系飞云市啊，听讲好大，但系冇关系，我一定要揾佢出嚟电等离子啊！嗯，有帆船，好走啦。诶、欸？当我哋咧开始飞云拉力喎，乜鬼飞云啊？哦，自行车喎，同啲小丑讲嘢就 O K 嘅，冇特别，我唔想同小丑讲嘢。谂下先，而家要去边咧？真系唔太记得咯。呢度我记得好似有道，有啲道具攞，有啲，啊，唔系呢边，唔系行入去啊？中间好似有个咩道馆喎，好似升 A 啦。记得中间有个道馆哦，诶、欸，搵到白路哦，见到咧路上奔跑你，我就追上嚟啦，带上寻宝机器哦，使用咗寻宝机器咧，就可以咧搵到一啲咧藏住见唔到地方嘅道具，喺搵精灵嘅同时都系搵道具哦。好，如果经常使用寻宝机或者栖息地列表咧，就登录起嚟。OK， 咁歪就可以孵出。哦，呢、這、一个啊，神奇道咩六号道路啊，哎，咪睇下咩精灵先。哇、哦，水水奶。咩啊？佢咩特性啊？睇唔切，嚟咗只啊！百合金娃娃又呢、這个沙暴，诶、欸，沙暴嘅话啱啦。气闸，不过要气闸啊。拎个只齿轮出去先，有冇其他啊？呢只冇咩特别，革新，冇咩兴趣。百合金娃娃都系冇兴趣啊。呢隻我唔知呢个咩技，不过都照捉咗佢先啦。喷火、哦、电磁波最真嘅嘢出咗嚟，佢识电磁波，哇，识喷烟添啊！喺边度喷出嚟啊？佢喺个口度喷，
哇死啦！死啦！哦 ，OK， 解咗个麻痹先，解麻，好，食多埋食个药先，同埋 ，OK， 继续打。方老师睇好啦，啲沙有深浅喎，深啲就有精灵。好，同我比一场霸王花喷火，岩石炮，蘑菇都系草丛啊，唔错。好，呢、這个齿轮其实几好用啊，喺呢度嚟讲，想要快速培育咧强大咧，就要最好嘅方法就系战斗火猴。火猴，火猴冇忌打喎。火猴嘅话转只过动员啦，暴风雪滚石，外火陀，照用呢只啦。冇水技，我咁耐都冇一招水技呢只。哎，仲要做麻痹，冇啊！打佢啦，又麻痹，真系。我的天，真系泥臭！呢只就重量啦，好，俾啲水技嚟好、啊。OK， 喂，训练师唔知几时多啲岩石咯，喐唔到。呢啲系嗰啲岩石蟹啊嘛。好，呢啲咩鱼啊？顶住又话鱼，好，冻结福特，又大蛇灯眼，好。转另一隻先为有，转百合金娃娃，呢个咩噶？传递宝珠哦，大丰收，大丰收，下次咧就雕出名为胜利嘅猎物，好似好过瘾咁啊！你吓烧烧，哇系飞天螳螂啊！用雷电打你先，闪电，哇佢又有啲劲技喎、啊、佢，冻结福特佢都有喎、啊。唔止我只有，佢都有。诶、欸，啱你只电死佢 ，yes， 十八啦。好，边有鲤鱼王？我想捉鲤鱼王啊！呢度唔系有个道馆嘅咩？系咯，隔篱啊嘛，系嘛？呢、這个啊？哦，系啊，呢度有个道馆啊，有暗器出咗去喎、啊，亚提斯啦。哦，艾利斯，其实系咁嘅，艾提斯出咗去啊。哦。阿提咪成日消失啊，成日话咧咩创作遇到瓶呢个樽颈位啊，然后就离开道馆。你系等离子队，应该系两年前解散，不过唔紧要，有困难会帮手嘅。哦，嗰边可能有嘢、啊，精灵中心。哦，落下水道啊，呢度咧可以入下水道啊，感觉好可疑嘅。搵到等离子团就搵到啦。哦，需要你嘅帮助，最适合匿人喎、啊、下水道，正。你要变得更强，一个咧就冇办法同佢对抗，精灵我会回复噶。好啊，诶，双打，樱花，哇，几时由月桂叶啊变咗你？佢换精灵快过换，快过换女朋友喎、啊，真系犀利。哦 ，OK， 佢唔系帮我回血嘅咩？一路呢条友仔，哇，唔系好掂啊呢把精灵，看穿隔身，看穿系咩技啊？哇，冰技唔得。同呢度有一对捉唔到精灵，好麻烦。喂，你哋咩人？等你知呢班坏人啊，做咩啊？唔好随便咧将别人当成坏人啊！唔好再我解放精灵啊！收声，咩解放精灵？只不过偷嘢盗贼嚟嘅啫。OK， 冷水喉同埋可拉可拉，电磁炮打冷水喉咯，睇下中唔中嘅啫。呢度其实，哇低 B 噶，打咗我只猎物。黑夜爆裂咧！哇，你啦，佢打晒喎，空气爆炸，哦，劲喎呢招，哇，咁搞法真系四招都系攻击，四招特攻技喎，杂气唔要啦。OK， 呢把又好强喎，算啦，需要嘅精灵已经到手，走啦。好，居然走得同探探鼠一样快，边个嚟噶？阿提先生，好，我就阿提前面睇过，冇咩可疑人士啊。系啊，等嚟支团咧，我都有防范啊，你都系快啲离开啊，毕竟咧唔系可以久留嘅地方啊。好，呢、這个俾你劲力，可以推石嘅呢、這个。好，嗯，喺面对咧等嚟支队嘅时候咧，激发出咧拍档神呢、這个精灵嘅力量，好非常精彩，实在太好啦，好有意思，原来系咁。吓，勾个边个嚟噶？
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继续喺度练精灵都得，或者嚟我道馆挑战都得。呢隻嘢有冇其他啊？俾其他水虫嚟睇下啦。我见唔到水虫，见亲都系呢啲普通系或者草虫啊呢一类，或者呢啲樱花，烧死你樱花！啊咁都唔死，好大木锤。呢个朋友好似好嬲咁啊，下水道冇嘢啊嘛。我下水道见到呢个管主啊，通过对战咧，精灵就会更加了解你呢个训练师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去打管主啦，唔知咩系咧？系啦系啦，虫系。好，呢、這个吸上去。好，点解呢个精灵咧道馆咧，虽然有啲难以置信，充满咗古怪嘅魅力。天蝎王，天蝎王，空气爆炸，爆牙，急冻拳啊！我用急冻拳。哇，吓减唔少。诶，此轮咧开招大兵技杀咗你。拜，死硬啊！中我呢招，地鼠地面系，即系得冰技打得痛，冰啊！好啊，仲要打唔中啲咩度？好 ，OK， 再上呢度系咪有啲咩弹出嚟啊？呢、這个系啦，我都估到啊！好，穿山王能量球。哎呀，被人碾死咗，死咯，冇忌打添喎，炸弹都背打，哇，真系得咁低咧，就原来我只西游冇练过，都唔怪唔怪得嘅，都冇乜技用，好难用，识嘅西游，碾碎，碾碎，再碾，音速拳，哇，滚石。好廿咧，河马兽，河马兽就要用草技或者恶技嚟抽呢只啦。呢只嘅话用重量炸弹得唔得咧？其实冇乜分别，得咁低咧都打唔痛佢呢只嘢。有木锤啲咩嘢？碾碎，极光速打死佢，冚佢，啊！争啲啦，好，睇嚟我要换咗换精灵，即西游我唔知点用，其实我可以换走啲西游咯，得屌，西游唔系好劲，佢啲漂浮完全有唔知有咩作用，又打唔到人，我凑其实呢嘢都走得噶，电磁包虽然佢攻击力高，但系佢之后先升进化有啲难度，即系 level 比较高。呢隻都留一留啦，系啦，留一留。我争物攻技嘅精灵，物攻技有边啲物攻啊？有啲物攻嚟睇下。哇，咁多物攻嘅呢隻嘢，流星拳一招制敌，会在对方之后攻击，但系必中。哦，原来必中技嚟嘅，报仇木锤，木锤就有用喎喺呢一弯度。哦，木锤水炮，摩尼尼有喎。回转弓、水电炮、滚水、攻击指令重技、岩石风爆炸拳、超级角状，呢招咩技噶？冷冻白妖咩特性啊？天气的影响会消失啊！佢原来，哦，呢招系气炸、电磁波、气炸喷烟，冇乜特别。我谂最好都系用。呢隻啦，爆响口，好就你啦，爆响口，穿山王一个能量球车死你，车死你，好24啦，河马兽，俾我睇下呢个威力啦，木锤，流星拳，唔中啦，正蠢材，睇个木锤，哇，扣得咁少，走一走啦，都系转齿轮先，单纯光闪。冇所谓啊，好，再嚟，话掂冇天气情况下，单唔单信都冇乜所谓。好，开上嚟啦呢个，我系开上嚟呢度。睇嚟咧走到尽头咧，实际系俾人挡路。哇，大流民呢招啦，福特啦，保护唔错啊。哇，仲开多招，木锤冇啊，哎，杀到好在。
龙龙石，龙石嘅话系格斗，一系木锤，木锤岩石爆破，召唤我能量球，哎 ，OK 唔错，龙龙石转一转爆两口俾你升下你啦，应该打滚打死啩，好杀得到，唔错 ，OK 十五咧，上呢度。中间一步就可以同阿提啦，不过咧喺呢度之前，我先站喺你面前。嗯，呢只嘢走一走先。呢只嘅话，过冻完啦。烟啊，好正确喎招技，冇错喎，起码自己属性先啦呢个疯狂滚动，龙龙石爆响口，片死佢，肝肠。嘿，龙龙岩开光场都几过瘾，岩石爆破，我谂岩石爆破冇乜特别啊，角色万件，唔要岩石爆破啊，要落石滚石呢招，好，跟住上去系嘛，上去，嗯，呢度呢个唔系，应该系右手边呢一格啊嘛，呢格点样入去噶？呢个点样入去啊？哦，得啦，好到啦，嗯。过冻完摆头啊，啊唔系歌德摆头好燥啲，未出过，未出过，未出战过。下水道嘅时候辛苦你啦，啱啱我啲虫神虫嘅精灵咧有啲唔太安定，就想要同你对战、啊，好强嘅，仲有啲骄傲嘅。石居蟹咧圆圆咁眼睛好爱，非常可靠。仲有我嘅王牌保姆虫啊，得啦，你嗰啲王牌全部都冇得出嘅，我想讲。乌波死啦，乌波地面系地面水三个攻击。催眠术，好，哇，冰雪套式啊，唔系你醒咗先，哥特醒咗先，嗱、啊，电击回血先，佢都回血啦，我系技能回血，佢系用啲咩啊？口牙无齿回血，醒啦，醒啦，哥特，醒啦，冰雪，好，杀咗只先，大岩蛇唔错，可以用爆锤打佢啊。爆响口嘅木锤，哇破坏死光！咁呢招能量球啊，得，嗯呢只蚁地震啊唔系草技打佢，能量球打佢，搞掂！哇你真系大强，输得心服口服啊！交俾你啊呢个徽章，好，比想象中咧仲要合适啊呢个急藏徽章，四十咧以下都会听你讲嘢，猛毒素啊，啊猛毒 OK 啊，唔错其实呢招技。好，咁我话咁啊，已经完成咗第三个徽章啦，可以。好，之后诶呢度有个阿克罗马喎，方便我可唔可以俾你睇下我嘅精灵啊？否，都系咁啊，但系为咗研究啊，帮我试。你哥德宝宝咧，比同种类咧更加有自信咯，更有自信啦，有急躁拳喎。虽然唔知点解咧，但系你可以将你嘅精灵潜能咧发掘出嚟啊！我叫阿克罗马科学家。研究主题系咧潜在能力点样激发出嚟嘅，要揾到出咧精灵嘅力量咧，而且系最大呢一个引擎，系需要咧与呢个训练师嘅基本做啲咩方法？我想通过咧战斗确认，可以啊，喺前面四个公路等我，好啊，你都系输俾我啫嘛，边度啊？阿克罗马，啊又要再打呢、這个，好，呢度用闪电啦，我呢度冇得。呢个歌德未进化真系难搞啲，因为唔够人快。好，岩崩啊，岩崩都有用喎，唔要假指控咯，令对方不能同样使用。哎，得啦，好，岩崩，烟魔，哇，好劲！我而家只齿轮神兽般。终于等到你啦！点啊？觉得后面好奇怪，呢、这个唔系岩石，系呢个寄居蟹嘅身嘅精灵。睇下用我发明嘅活性化装置，跟住走晒啦。佢哋咧就会咧咩啊？背住岩石喺度力准，咩意思啊？我等你只讲过啊，认我精灵嘅可能性咧，将佢哋从人类手中解放出嚟。我唔系咁谂，人类咧系可以将精灵嘅隐藏嘅能力咧引导出嚟。话说话未问你个名，好，我记低你个名啦。睇下你咪真系有引导精灵嘅力量。小灰怪、哦，科学家嚟讲都正常嘅，转走先，转做齿轮。
街头士刀，冇一招系我自己属性嘅呢套。岩兵咧，喷火，好减半反射，哎呢个好用，但唔得喎，我啲技咁样配唔到喎，急冻拳我要留低啊，系咯要留一留，咁唔要咯，唯有减半反射，唔要啦。哇！游击立喷你个火啦，喷火净化之舞，原来系咁。你同各地嘅冠军，唔系各地嘅道馆啦，同埋精灵联盟嘅冠军一样啦，用关心你引导佢哋嘅强大啊，都唔错啦，俾心意。我会激发出啲精灵能量，如果可以同精灵对话就好啦。但系世界上冇啲咁嘅人，有阿 N， 好仲未捉，仲未揾到我真正想要嘅精灵啊！而家。呢个咩地方噶？哦，我、哦、呢、这个好似系咩商店街啊？黑白二嘅嘉文大道，如你所见，呢度咩都冇，只一条街道。诶，仲未自我介绍，我系呢个老细啊！我梦想系制造一个热闹嘅街道，但系冇人嚟管理咧，搞到我好麻烦啊！你睇下你训练师、哦，我去帮你揾啦，愿意试吗？否，我知道嘅，诶就系、是、OK。明啊，注意输入嘅文字将会咧通讯俾对方、哦。好 ，OK， 诶、哎。唔得喎，要用呢个打 OK 啊嘛 ，OK， 好，遇到系咁感动嘅时候会讲咩啊？感动嘅时候会话 ，Yo， 好 ，OK， 老细差唔多进行下一个工作啦，秘书部剩低咧交俾你啦。初次见面应该点称呼你呢？哦 ，Yo， 哎冇喎 ，Yo 啊。你就系呢个负责人啦、啊，准备好就同我讲嘢，未准备好啊我。OK， 你有雷文呢、這个雷文士啊，好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下集继续随机战斗，拜拜。